这边的牡丹开得怎么样了。我们花房那边现在已经开始发货了，看这边的牡丹长势怎么样。一进来就看到了很多的牡丹，像这种苗龄的牡丹都是五六年的，十几朵花，开花以后效果特别好，这些都是等着发货的。这边有一颗已经开花的，颜色有点淡，没有春天的时候开花更鲜艳一点。这片牡丹三天以后基本上都能开花了。这是一棵十几年的岛戟，春天的时候这一棵能开几十朵花。市场上现在杜鹃花和蝴蝶兰比较抢眼，颜色特别鲜艳。杜鹃花也不错，但是蝴蝶兰好像花期更长，它颜色各种颜色都有，造型特别美观。So many